Charlie speaking， 请问系咪麦查理先生啊？系啊，请问系咩事啊？恭喜你啊，麦生，我哋系国际牟利公司嘅职员，咁我哋公司之前喺赌城嗰度有个抽奖活动咧，咁系你中咗第二名嘅，咁而呢个奖金就系20万美元嘅。Charlie speaking，哦，麦查理先生系嘛？啊，你好啊，我姓吴嘅，之前咧有电话通知你中咗奖噶嗬？哦，系啊，喂，吴生啊，我想问咧，我笔奖金几时可以攞得到手啊？其实咧，我哋已经帮你办理紧噶啦，只不过系咁样，因为公司咧就喺香港嚟嘅，而我哋汇钱过嚟美国咧，香港政府咧就要收翻保证金噶，所以喺你领奖之前咧就要俾埋个保证金嘅。吓，咁即系要俾几多啊？哦，好少啫，系奖金嘅20%，亦即系美金$40。咁你咧汇咗过嚟之后咧，我哋就会帮你办理噶啦，办理完之后咧，我哋咧就会将嗰$20回翻过嚟俾你噶啦。哦，咁好啊。你中咗20万？ 中咗就梗系好啦，但系你有冇谂到，你冇做到最紧要嘅一个步骤呢？冇错啦，你根本冇参加过任何嘅抽奖活动，咁你又点会中奖？